个牛别动，牛别动，牛别动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倒数，倒数，倒数。谢谢。五、开个惩戒，光环。三、二。Very well. Death it is. 三、二、一，准备特殊技能。你俩怎么去敲稻草？跑开人群！最远那个尖刺处理一下。准备特殊技能。贝贝、史努比、厚朴、四层、三光四层，这个把这个锁链消了啊。就是地下一会儿有个纸圈，对，就是这个纸圈，你别站旁边，等它砸下来有个柱子，你靠近那个柱子站，这样消就可以消到它了。六层的三光，四层的 Coken， 四层的 Deadly， 四层的解夫，这个消。注意脚下，跑开人群。拉 DPS 处理，处理剑，然后留点技能啊，马上转阶段还有一波剑，这波可以不着急清，但是一会儿转阶段的要着急点清。剑打掉。马上转阶段啊！四层的呆子里，四层的解夫，最后一次机会消了。你们所有的 DOT 都应该都消掉，很多剑这波。被远边拉的先去处理自己，不要被刮死，不要被线刮死，迎着拉你的方向走。三级小心，三级小心。喂。啊！太狗了！大刘，别被线刮死，快走快走！战斧他，战斧他，战斧他，别被线刮死！哎，战斧小红，你们怎么注意一点？我把没过你们两个出去啊！上周我们也是这样打的。快分散！分散。二阶段准备。我举着我把麦尔也站不起来。活下来啊，活下来。哦，他们 boss 过了吗？谁 boss 过了？啊 ，Echo。对对对，刚切出去好像正好打过。感觉下个 boss 那贼就要出去了。贼好像已经不在了。哦，在，不好意思，看错了。对对对，他换了组。我刚才也以为被换出去。拉我起来，我还能送。真的、啊，在死角出去了。注意冲击波。桥变窄了。注意冲击波。99秒伤啊，99。
注意冲击波。这行吗？注意冲击波。注意冲击波。快打断！分散你，没事往后面走一点，分散你。穿那两个脚踏契约的人，霍克跟贝贝，头上有这个图标的，说明他们有身上有吸收盾啊，治疗吸收盾，应该能看到，把这个算治疗量，分散。注意冲击波，中间有个洞啊。对呀，克里亚优先。注意脚下。这条没事干，去刷解法，吸收盾。注意冲击波。这个 summoner 打球，远程扭头，回头打一下球，边打边拉着走，一分二十。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，分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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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桂英怎么死了？哎，注意冲击波，注意脚下。分散，这个中道子分散不用驱散，没远离人群就行。OK， 走。过去打断，快打断！过去打断，好。最后一个台词，留点劲，最后一个，对，最后一个台词。所以我们 P 三是不是从75%打到55%？注意冲击波，有点爆发啊！再说一遍。转阶段之后，分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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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ive Anduin to me！ 快分散！转阶段过去之后，把诺姆姐姐粘附起来。三阶段准备。记住是往右手边走啊！是血，是血，给你转过来，战斧动物。其他我给你看事情。可有药啊 ？DPS 还是有压力的。
我的 Big Wigs 啥也没有，看不见时间轴。这单人坦去清下场地。嘲讽目标是你。准备去烂 DK。分散，分散，分散，分散。那两个最好就别动。我米子。第一个先过去，嗯，这样子，不着急啊，我会等你们回来我再走。快跑！走走走走走，换场换场换场。下次搬 shift screen 时候后补光环，下一次，下一次。目标是你，目标是你，目标是你，目标是你。嘲讽 boss。那你往那边靠一点，你能看到倒数的。嘲讽 boss。很好。第三个。OK， 很好。准备分散，分散，分散，分散。要你要挨好了。光环后补。好的。要打到多少来着？目标是你，注意脚下。还有。四十秒，还有二十秒过台子，现在过，现在过，现在过。真假的，我操！嘲讽 boss。嘲讽。二十秒之后的 Banshee Scream 老许光环，二十秒之后。目标是你，目标是你。走。目标是你。注意一下 DK。三个点的事情。我踩一下嘛，你们一会儿稍等一下去我。等一下，别去我啊，别去法师。哦，可以去法师了。等一下吧，光环老去。白痴了，再去又抢我。OK OK OK。目标是你，注意脚下。得换台子。那个脚下契约奶，怎么还有4%呀？我操！这有点多哎。目标是你。准备换台子，5秒啊！往这边上靠，往边上靠。有点早。快跑！走。嘲讽 boss。飞单坦去把这台子清一下，迈尔去到那边角落里。啊，我们有光环吗？来一个。进 link， 进 link， 进 link。上单进 link。我在 link 里面冰箱，你们进 link， 进 link。不，那我再站复一下。分散，分散。你们走一下呗，我在唱歌，稍微远离我一下。好的，走走走走走。飞单人坦去吧，场地再清一下。打 boss， 打 boss， 打 boss。boss。目标是你。战斧 no 五或者战斧 snow 几。你的一个战斧英雄。嗯。要过了。马这儿。注意脚下。哎，还得再下。我把这水都吃了，好像不是特别疼，挺疼的。我刚才七层没人去赞，我自己还吃不了自己。你喊一下呀，就说呀，那都快过了。